天色暗了，提醒开车的朋友开启车头灯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看到了 Lavender Street 往 Kallang Bahru， 在过了 Cavan Road 之后呢，是发生交通事故的，所以提醒开车的朋友小心驾驶。重复一遍呢，是 Lavender Street 往 Kallang Bahru， 在过了 Cavan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，请你小心驾驶。CTE 往 SLE 在 PRE 成一的出口和 Amokyo Avenue 3的出口之间呢，交通是缓慢的，小心。根据气象署的预测，今天晚上是多云的天气，气温介于24到29度。九五八天气预报由 SPC 带给您，即日起到8月31号，在 SPC 添油并贴上国庆汽车贴纸，就有机会赢取300元 SPC 礼券，使用大华银行卡付款奖品3倍，附带条件。